许久没回归的 BLACKPINK 是让粉丝们超级想念，似乎是为了一解粉丝的思念，人气成员 Jennie 二日突然暴风更新社群网站，一连抛出了9组穿搭照片。但光有美照还不够， Jennie 还开了首次的 ins 直播， BLACKPINK 其他成员也都在场，气氛非常融洽，而且直播地点刚好就在 YG 旗下副厂牌的录音室，因此有人猜测 BLACKPINK 有可能是在录新歌，让等了又等的粉丝们超激动。直播中 Jennie 以英文和韩文一边开箱精品礼盒，一边与网友们互动。更让大家惊喜的是，好久不见的 GD 竟然也在场。You know, there's Mr. G Dragon in the house. Oh, yeah!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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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虽然只有短短几秒，依然是帅气 swag 满点。退伍后都还没有开始音乐活动的 GD， 这次和师妹们一起出现在录音室，让粉丝们忍不住猜测，该不会是有什么合作计划吧？